希望再亲一下，好吗？哎，没有。OK， 那当然呢，今天就是可以得到了这个冠军了哈。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自己的朋友啊或者家人说？就是谢谢。颁奖的部分，因为今天我们其实举行了一个歌唱比赛，对，然后呢，今天我们的冠军嘛，就可以从我们的手上拿到1000元的这个现金，不错哈、哦，对，你不要自己说哦，不会哈、哦，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先请我们的冠军上来 ，K A， 嗨，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呢，是。